小明为什么这样久了？等一个小时了哦。其实就到了，不能去哪里？真是。哎，来哦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迟到了啊。哎，你手上那个是啥？这个是旺宅黄梨，带来给你们旺旺的。哦，黄梨，那我们也准备了正大旺宅礼包，让我们旺一旺。你的黄梨呢，也可以让我们旺上加旺哦。来来来，吉时快到了，我们赶紧开门吧。大家记得口讲吉利的话哦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旺！What?